拜会乡亲，到继续来关心地方。立伦地方是台湾客家文化的起点之一，为此立伦乡来回各社特别开办洗菜头和炊粿手作课程，邀请制作传统地瓜工的老师来教小朋友做地餐椅，期待透过制作客家传统美食和吃的物件，让学生能更加了解台湾客家的传统文化和精神。为了等下要洗菜头，小朋友是真专心在切菜头，也有一挂较活泼的小朋友，就用家己做的地餐椅在切头。嗯，好好吃哦！嗯，好吃。那为什么好好吃？谁做的？谁做的贵？我们自己做的。立伦地方是台湾客家文化古典之一，为此立伦乡来回国小特别开办洗菜头和炊粿的手作课程，期待让小朋友会当更加了解客家的传统饮食文化。本来爱用这个菜头的，这个做法吼，这个传统美食能够传承下去，啊，让伊了解说台湾咱的美食的美味，甲对安尼，啊，然后让这些学生能够感觉到说，哦，我们台湾的美食真的。袂歹，嘿。哦，要予学生啊，讲是以早以来的时阵讲吼，看是讲这个菜头粿是安怎做安尼啦。啊，所以讲吼，昨就是予囡仔予伊写小朋友写菜头，哈。啊，过来就是下粿啦，哈。啊，过来是炊粿啦。除了让小朋友体验台湾客家传统美食文化，校方也特别邀请到在地的木雕家来教小朋友做古早的石头物仔，亲像竹签鸭和手摇铃。因为过去的经济环境不是介好，迄当阵的石头物仔拢爱家己做，所以期待透过课程，也会当让囡仔学习古早人的传统轻巧品德。啊，我做囡仔时，我当时我就是家境啥，咱无钱好买，我就是讲等，我就是。看人个伊个用竹啊，啊我落去取竹啊，我取竹啊，转来我共阮来做，我家己摸索，家己做，但我就是算安尼，我来做个啊，教遐囝做，我们只以后来两工，我来教囡仔做一寡同学讲教遐囝啊做，要哪用，要哪做，我比我甲小朋友讲迄落来呢。那小朋友也利用这一两天的时间，可以去体验说以前他们。没有东西可以玩的时候，他们就必须自己动头脑去想说要怎么样来丰富自己的生活乐趣。随着时代在变，真侪古早味的石头物啊和食物是渐渐的消失，但是这挂煞拢是真珍贵的文化，所以期待有了课程的办理，会当让这挂文化带伫囡仔心中，期待伫小朋友大汉了后，会当继续来传承落去。记者丁佩莹采访报道。